美女结账。哎，好嘞，哥，出好了。嗯。服务消费1800。1800啊。嗯。哎，美女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，哥。那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你可拉倒吧，行吗？我们老板一支口红顶你一个月的工资呢，你可以说你。哎，不是，啥口红20万块钱一支啊？哥，你刚才问我啥？你再问我一遍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，哥。你愿意为我结账吗？谢谢啊。结账，咦，好看吗？有人啊，长得帅吗？好看，你跟他过去呗。你平常没事还勾引我干嘛呀？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什么也没看嘛。不是，那你看没看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呀？渣女，果然天下的女人都一个样，没一个好东西。我再也不看了，行吗？我错了。别呀，你看呐，你不看你心里多难受啊。再说了，你哪儿错了？错的都是我，好吧？你有病吧你？不是你开始凶我了啊？你现在都开始学会凶我了？我要知道你是这样的女人，当初怎么我都不会让你得到我。